波利卡车救援总部，快来救援，我是莱德，我受伤了。收到，莱德，马上就到。滴滴滴滴，莱德，你没有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伤口有一点疼。别担心，我给你拿一样水擦一擦。哇哦，这就是救援总部，好酷啊！我们打开车厢。哇，它变形了，变成了轨道，三节车厢能拆下来。这是海利的停机场。哇哦，汽车变成了一条轨道。波利出动去救援啦！呜呜，波利出动了，呜呜，好酷啊！我们打开车厢，拿出救援物品。哇，这里装了一颗奇趣蛋，这里呢是好吃的，还有药丸，这里是好玩的。莱德队长，我帮你擦一擦伤口，吃点药就好了。谢谢波利了。坚持一下，莱德。哎呦，哎呦，有点疼。来，吃药了。哦，谢谢波利，我好多了。现在我只觉得有点饿。那我们拆奇趣蛋吧，里面还有新奇好玩的玩具哦。太好了，波利，嘿嘿。哇，这是健达奇趣蛋，南海版的哦。这边是丰富的奶制品，还有巧克力球，特别特别好吃美味哦。这个是勺子，还有好玩的呢。小朋友们，快来看一看哦！我们看看说明书。哇，是一辆炫酷车车，可以弹射。装上皮筋，拼装车车，特别简单，一步完成。最好玩的就是这里了。发射！哇，车车被弹出去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下次救援再见啦，拜拜。